哪，三王子居然跟三公主们一起来了！什么什么？怎么能呢？妖哥哥，你。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雪是我的未婚妻，有她就等于惹什么？天哪！我是我的未婚妻，雪是我的未婚妻。妖哥哥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妖哥哥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他们是很危险的人物，他们……我知道。你知道就更不应该跟他们在一起了，他们就是蛇蝎女人。丽丽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，我希望你不要对雪他们有偏见。你会让你看到他们的真面目的。哼，去找机会把这杯酒换给雪。是。各位公主，上次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回是专程来道歉。没事的话，请拱。哎，好嘞。先去个洗手间。哦，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自己可以。怎么样啊，雪？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啊？是你？是我。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我呢？哟，雪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？想派你去找他。哟，你冷静点。哼，不要让本宝宝知道到底是谁带走了雪，不然的话。不是很厉害吗？现在还不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你卑鄙！哼，谢谢夸奖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希望药哥哥来救你呀？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他了。干什么？雪，你在哪里？嘘，他来了。赶紧给我们俩换衣服。雪。哥，你来了？怎么回事？雪说她是你的未婚妻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可是我说我只是你的妹妹，她不信，她就……哟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也不用说，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。哟，不是，滚！哎，你说谁呢？